这个工资能接受是吧？啊，没问题。那你等我一下。 服务员试用期一周，你什么时候能上岗？啊，马上就行。我不会让儿子跟你的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也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。哎，这婚离了可以再结，这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。再说了，你说咱俩这都多少年了，我对你多好，谁还能像我这么对你这么好，对吧？你再看哪个孩子没有爸爸，那没有爸爸，他过得好吗？ 哎，你干嘛？你快坐。我警告你，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，麻烦你不要再来骚扰我。哈，男朋友？你这随便弄一个就说是你男朋友，你这骗谁呢？因为我把我们的事情跟他说了，他不放心，所以就跟过来了。啊？啊啊啊！ 我们俩都还没分手呢，你就着急找下家了？什么？我饿了，我想吃披萨。你们走吧。你真行。 你小子，等我回来再办你。你这什么情况啊？谢谢你刚才没有拆穿我。啊，别客气。这给你的小费，我先走了。这么多钱？哎，上班时间啊，能给的处理私人事务吗？成功了。这是客人给我的。谁能证明？我警告你啊，多给我把精力用在工作上，听见没有？ 那你等着。钱，那是我给他的。王经理。哦，来了。这钱对你很重要啊。啊，让你见笑了。要不干脆你好人做到底，做戏做全套。 帮我再骗一下钱夫呗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，我会给你一定的经济补偿。你要干嘛？我可卖艺不卖身啊。你想哪儿去了？就是像刚才那样假扮一下我的男友，按劳取酬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小时工。哦。如果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可以给对方签份合约，约束对方的行为。我在里面提了一些要求。 可以牵手，但不能搂腰。不能占用上班时间啊？可以有亲戚的称呼，但不能太肉麻。单次时长呢，不能太久，超时要额外加钱的呀。看我眼色行事，不能自己做主。挨骂也要结钱，挨打要加很多钱啊。陈潇，哎，经理，我已经实习一周了。哦，这不是我不给你转正啊。 这公司有规定，背着客人投诉我的不予转。谁投诉我啊？自己做的事儿自己不知道吧？不会吧？肯定就是我那前夫搞的鬼，我带你去找他。看来我今天不给他的颜色看看是不行啊！欺人太甚了，是这屋吧。 大哥，江宝没事吧？什么都别说，道歉。啊，
不好意思啊，给您的用餐带来困扰，麻烦您能帮忙撤销一下投诉吗？我让他给你道歉，你在道什么歉啊？哎，这不小男朋友吗？就这点本事？我男朋友不像你，他比较有涵养。有涵养？我看这就是怂包吧。叶小青，咱俩这刚离婚几天啊，你就找别的男的，最少还找个这样。你要是真的是个男的就行，你还不如回来跟我。哎哎，把你手拿开啊！哎呦，小男朋友还挺向着你的。哎，你这样，你呀、啊、上去给我打一场，我就把那个投诉啊给你撤销了。疯了吧你！顾毅，你没必要跟他打。给我一副手套，今天我们两个人必须有个人躺着出去。不行，我看不了他欺负你，把手套给我。你醒了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跟他动手你还想占着他便宜？我就看不得他欺负你。顾毅，谢谢你，等你出院了我请你吃个饭吧，好好感谢你。终于出院，你出院也不和我说一声。我一个人行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会因为我打架吗？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，我会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你回来了啊！快点夸火盆去去晦气。还有楼上卫生间，我给你放了点柚子叶，你好好从头到脚洗一遍。我是出院，又不是出狱。那我不是想你图个吉利吗？我就是希望你可以一扫之前的阴霾，早日找到你向往的生活。那你快点洗澡去。嗯，那好吧，我去收拾一下。嗯，
早都没有写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去林月清家吃个饭。嗯。嗨，进来吧。打扰了。浩浩，小叔叔好。浩浩，这个叔叔是保护了妈妈的人，去打个招呼。你好啊。那你先坐一会儿。啊。没水了。还挺有弹性啊，这。怪不得身材这么好。都是浩浩的照片啊。高级财务管理。这应该是用来教浩浩的吧？这小胖墩，看什么呢？上桌吧，尝尝我的拿手菜——可乐鸡翅。怎么样？好。好什么？好看。笑起来更好看，以后你多笑笑。妈妈，我们玩个游戏吧，捉迷藏，我捉，你们藏。没问题。当然没问题啊，你去数100个数。好啊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要不我藏阳台吧。不行，那些地方他都找得到。藏这儿。你快来啊。你们藏好了吗？我要去找了。还没有，你多数一会儿啊。你刚才说让我多笑笑，是不是因为平时我总臭着脸啊？嗯，
这又当爹又当妈的，有时候也不得不对他严厉一点。黑脸白脸都是我一个人唱。如果浩浩一直找不到我们，那我们就一直不出去嘛。可是你说要陪他玩的，现在又反悔了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站着有点不太舒服。咱们俩能不能坐错位置？怎么坐啊？我喜欢在下面。你喜欢？那不动了啊。那我是在上面吧。谁呀？我去开门。今天老师来家里家访，我也忘了。姑爷，你在里面先躲一会儿啊。来了，老师好。浩浩，老师你好。你好，屋里坐吧。好。最近浩浩怎么样啊？浩浩呀，那我长话短说了，你们家孩子呢，跟同学打闹，给班里纪律扣了分，这个您知道吗？浩浩这样也不是一两次了，你们家又是单亲，你这个当妈的要多上点心才是啊。这老师怎么说话的？老师是吧？你好，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想问一下浩浩为什么打闹。这个浩浩，你为什么要跟同学打闹啊？他说我没有爸爸。老师，你也听见了，这件事不能怪浩浩啊。你作为老师，是不是应该把事情的原委先弄清楚啊，而不是一味的责怪孩子？是是是，抱歉，这件事情确实我没有了解清楚。行，打闹的事儿我会跟孩子说的，没别的事儿，我就不耽误您去下一家家访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老师，那我送您吧。好。浩浩，不要怕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呢要坚强，有不明白的呢就问你妈妈或者问我，知道了吗？谢谢你给了浩浩一个男子汉的榜样，你要是能早点出现就好了。以后有事儿你去叫我。你刚才说是孩子父亲，你这让我怎么跟他解释啊？我不是随口说的，我是真的愿意多陪陪他。你不会嫌小孩麻烦吗？不会啊，浩浩这孩子多可爱啊。谢谢你，你让我觉得自己不会因为带着孩子而有什么不同。这么会儿你都说了多少个谢谢啊，你跟我不用谢。哎呦，我身上的伤又疼了，哎呦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涂点跌打酒吧。哎呦，疼啊。打架都不怕，还怕疼啊？你吓死我了，大半夜不开灯坐这干嘛呢？我是来向你辞行的。是因为之前医院的那个人吗？云思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心里很乱。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顾夜，无论你以后碰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你都可以来找我的，在我心里
永远都有你的位置。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是你自己让你自己失望了。我在你的眼睛里都已经看不到当初那个顾意了。你说说看，现在在你的世界里除了钱还有什么？还有我的位置吗？走之前再让我为你画幅画吧。你会因为我打架吗？顾夜，你没必要跟他打。我们比赛攒钱吧，看谁攒多。我从小就喜欢你，在我心里永远都有你的位置。哎呀，青蛙没少折呀。你说你有这时间你跟我出去浪啊？哪有这个心情啊？小时候老师是怎么说的？大考大玩，小考小玩，不考不玩。越是大的磨难，你越得放松心情啊。嗨，你说的倒轻巧。哎呀，不就是银行又催你款了吗？你坐在这儿，能解决问题吗？别愁眉苦脸的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说能怎么办啊？首先你得积极起来呀，把自己打开，别这么丧啊。啊，把以前那个我认识的油嘴滑舌、油头粉面、尖嘴猴腮、油尽灯枯的故意你给我找回来呀。对对对对，哎对，就是这个笑容啊！你积极的面对生活，不管欠不欠债，咱都开开心心的，多认识几个朋友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没准哪个朋友就帮上你了。你怎么跟那个港剧里那个那个什么似的那个人呐？啊，开心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我，啊。打你得浪起来呀，你这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行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笑容啊。不过你说的对啊，我现在必须得打起精神努力工作。哎，那就先把债还了再说。哎，漂亮。那个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你保持住啊，咱们回头联系，加油。你扔的纸啊，罚款啊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，这是倒霉到家了。这倒霉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啊，没事。我还是打个120吧。哎，不用了。哎呦，我身上之前就有伤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开车有点走神，要不我送你回家吧？哎呦，不用了，我现在不太方便。哦，那要不这样，你先跟我回公司待一会儿，确定没事了再走。啊，那好吧，那我扶你起来吧。嗯，慢点。